是二号李希，来自深圳，我的特长是黄梅戏。白望雨，哇，送飞吻啊，又送给呢边，仲有呢，还有呢，哇，好风骚啊，哇，真的好像一个人咁啊，叫你啊，叫你啊，叫你啊，叫我，哎，什么事什么事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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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我第二个工作呢，就是当然无得意了，不是说买自己啊。
戈尔，法国的黎斯美、芭芭拉、妮娜里、意大利的棉乐和香港地区的安利芳、台湾地区的魅若诗等。除此之外，最引人注目的还有各展台前的模特，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，也是弥补了上届内衣展的缺憾，受到了所有厂家的一致欢迎。对此，主办单位纺织总会是怎么看的呢？模特的出现就是说，这个从展览会的角度，为了吸引观众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，而且如今的内衣更趋于符合人性生活的现代精神。上届内衣展的主题是闺房，而本届内衣展是通过具装饰性的花边与变化多端的服装组合搭配，用比较现代感的方式延续了上届的主题，在色彩上偏重白色、米色、淡紫色与肤质的杏色、香槟色的组合，加上优雅的卡其绿与深棕色，呈现的是一种冷静的色彩结构，这和今年外衣的流行色彩相配是非常和谐的。据了解，内衣的价格将随着内衣质量、款式的变化有所上升，并且中高价位的内许多年，金色秋天，收获。